好啦，同埋你而家佢哋嗰班有無能咧，就掟出嚟咧，就係你保皇黨，包括政府在內，咁多人喺立法會、喺行政會，你有乜嘢理由通過咗咁多嗰啲咁嘅發水工程先？單單超支先。你嗱，係咪啊？你而家唔係你發咗落台，佢哋衰咗啊！嗰個事小啊，衰佢哋衰緊噶啦，係嘛？你由回歸後啊，你嗰啲咁嘅保皇黨佔最多票啦，喺立法會、喺行政會最多人，包括你個政府，包括你中方嘅機構，你全部又翻曬賓啦。喂，呢啲法賓啊，我哋唔見錢啊嘛，佢都法賓係佢自己嘅事啫。但都何嚟到香港啊，大佬，係嘛？賣唔到美嘅而家，賣唔到美嘅。一千億呢度，係咯。嗱，教你一招啦，屌你乜鑊撚我教你啲友啊！你識乜撚嘢賣美啊？你香港有乜撚嘢人才識打呢啲官司啊？嚇？你識打呢啲官司咩？即係證明你班唔家產咧，嗰份合同咧係冇簽嘅，但我哋根據蛛絲馬跡。正係喺嗰個話法國喺左中站嗰度嗰個高鐵個站，話嗰個地底咧好多硬石，你點樣樣探討啊？我哋查撚到出嚟咧，咁大嘅一個工程地盤咧，探幾支嘅啫？探討你搞乜撚嘢啊？地盤仔都唔撚少探咁撚少啦，即證明啊，表面證據，我哋有所懷疑。你政府有人在內部是串撚通了做一份咁撚樣嘅探測報告，擺明呃政府串撚謀嘅。跟撚住咧，人哋拿你個探測報告咧落聽打，中撚咗標之後，再落去咧多撚咗咁多出嚟就 cam 撚你錢，係裝撚咗彈弓俾你踩。哇！跟住咧，你成個香港政府失職，你大股東。你冇理由交嗰個呢啲工程嘅管轄權咧，俾高鐵佢公司負責嘅。佢有撚人才，佢識負責咩？蘇澤光呢咁嘅撚樣，錢果峰呢咁嘅呢個倫樣，佢有識睇嗰啲工程嘅批判咩？識計嗰啲數咩？佢有咩經驗啊？咁你政府可以交一個咁撚龐大嘅工程俾佢哋負責，即係話你教撚佢哋貪污。教你者收頭台錢，有情況可能之下，可以會有機會收台一次。教你埋咧作怪，咪請撚咗啲人翻嚟，而家辭撚埋職，攞撚你幾千萬，走撚埋。佢辭撚埋職啦，即係冇人負責。佢係工程總監，係擺撚定個靚局喺度噶嘛，係咪？屌你！而家你點樣埋尾咧？但仲有得埋尾㗎，你俾我哋可以埋到尾㗎。好簡單，第一。一定喺國際咧揾翻專家翻嚟，就唔係揾去歐洲同美國嘅，啊揾另外一隊人，跟住咧佢咁大工程咧，僅有錯失嘅，抄撚咗出嚟咧，一鑊就屌你咁樣啄撚咗，停工啊，停工 cam 佢老母錢啊，喺香港打官司啊，屌你老味，跟住中央政府派工程隊嚟埋尾啊，免費同香港人埋尾，埋撚完尾咧。香港人啊，捐翻筆錢俾你做教育基金算緊數。你如果你佢又落嚟又黐錢咧，又話外勞引進啊，又乜送俾人唔肯使啦，係嘛？你咪同你做得唔撚得？跟住又開發佬打官司告你家唔家產，收翻筆錢，告撚到個破產為止。跟住又告撚埋高鐵呢班領導層，告撚埋高鐵破撚咗產咧，政府收撚翻佢賠錢，咪破撚佢破產咪屌你咁啊！政府蝕緊收翻咯，咁咪平咯。嚇、啊！政府管理翻曬，係唔可以將啲公共交通咧係搬俾人嘅。呢個一個老千局嚟嘅。你話姓郭話嘅，你唔肯上來，我抄啲資料俾你。呢啲係超。我早輪都唔講嘅，因為我最近咧啲資料嚟咗啦，我先要夠膽講嘅，係一個局嚟嘅。你冇理由做個探測報告咧咁樣做法，證明你係知撚到嘅。你咁樣做，你就係屌咧啊！夾撚埋嚟裝鳩香港彈弓。你見英國以前冇超支噶嘛？有工程公司蝕本就有啦。做撚完，屌你喺香港啲工程慳幾億都有啊！屌你啊，啱唔啱？
係咪啊？你老婆而家唔肯係？單都超嘅，冇啊，冇一單。嗱，我要考慮㗎，嗱，我哋俾啲計仔嚟㗎。